大朋友、小朋友，大家晚安。迎春到喜，2013年龙潭爱乐管弦乐团第80周年正式开始。首先，非常感谢我们莅临的所有长官贵宾以及我们在座的家长、小朋友们。非常高兴能宣布啊，一年一度的龙潭爱乐音乐会丰年今天即将要为各位开演。那在节目即将登场之前，我有些事情还是我要邀请各位一起来帮忙，一起来做。那首先第一个，大家今天非常高兴啊，有各位带着相机啊、摄影机，那请各位拍照的时候，请不要用闪光灯，以免影响到那些这个演出，影响到大家欣赏的品质。那第二个部分是今天有小朋友们说，是代表亲子国家一起来高兴，非常好。但是要请爸爸妈妈帮忙，请您的上场一起小朋友，因为待会在演出的时候，您不能光是台下去看啊，在尽量在演出当中，尽量小朋友不要走动啊，那请爸爸妈妈帮忙。第三点是，我们在借用这个猪肉馆这个场地啊，按照规定，我们在这个场地内是不可以饮食，包含饮水。第四个部分，如果说你手边拿着这个手机，请现在啊，请现在检查一下，把它关机或者是转成震动啊，静音啊，请各位来配合啊。那当然，我们最后大家要一起来合作的就是，请不要吝惜您的热情的掌声。
是由我们陈秀成老师来负责来做指导。那今天为我们总指挥担任这个任务的是我们青年指挥家张宏宇张老师，也是我们团的音乐总监。那请各位，我们就再一次热烈掌声欢迎表演。Thank you.
他们的吸音的时间是比较短一点，但是他的表现上都不错。我们的团有基础团还有进阶团。那这边在做之前，今天第一个先表现的是基础团，他们的吸音比较短，但是呢，他们非常认真。我们看到他有两位年纪比较大，然后先介绍，大家都认识的武汉国小第一主任。去年底刚从巴黎超音乐上校主任安徽的吴国吴主任，他对孩子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就是这个活到老学到老，虽然他之前是妈妈，但是他们比孩子还要认真，比孩子呢对老师还要有礼貌，而是每次练习呢，两位主任都是最好的，然后把例子看一下，比孩子还认真，我们在旁边。他的表演非常非常刺激，他这个音乐剧呢，在去年底已经在他因为太轰动了，就拍的电影在美国上映了，台湾好像是2月8号上映啊。然后我看到很多人在留这个写的脸书上面写，去看这个电影的写的在，在微信里面也很感动。那这部音乐剧，在我在拍片的时候也是跟音乐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欢。那我去年当然是学乐团的版本啊，那就是在这个乐团之间的音乐剧里面一个比较重要的主题，我们就会演奏啊。那我们今天。